左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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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试左压，左压，左压，右压，右压，左压，左压，对嘛，要有策略嘛。起来，领头羊厉害！领头羊，还有炫技，还炫技，好玩好玩哦！哇，你看最后一棒，佩德罗准备要下水的嘛？他已经沉下去了。对呀。哎，对啊，他怎么那么沉啊？他故意的啊！佩德罗还站起来。我们来看看这领头羊，他说八号施力怎么左压右压有没有用？对，有用，站住了哦！哦，有在压，有在压啊！有啊，现在在左压啊！真的真的，他们有跟重心哎，跟重心有跟，船不会翻哦。他们知道跟错边的，他们感觉跟那他跟那边会翻呢，他应该要跟另外一边吧？啊，注意注意，教练骑回来了，骑回来了，待会重心要向右啊，他们刚向左之类的，加油加油！重心重心重心不对啊，重心不对啊，你没事哦？哎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哎，那这个重心有用吗？这么稳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翻对骑摩托车的教练是一种侮辱。现在教练非常生气，他被他激怒了。第二圈来了，应该会受不了哦。来起来了！哇！哎，这个。撑住有厉害哎，这个真的撑住哎，我跟你讲，教练快生气了，教练要生气了，下水下水，哇，撑住撑住吗？撑住哦，哇，被戳，对啊，生气了对，对他生气了。哎，你那个重压左压右压有用哦，完全有用。我跟你讲，一开始瓜哥还讲相反边，我们差点翻船。